喂，什么事儿？林总，公司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处理。你自己想办法处理一下就行了。林总这怎么了？就是啊，是不是有点儿？是不是？当老板都这样了，让我们这打工怎么办？这怎么签？合同怎么签？怎么好办了？家里有事儿。肯定有事儿。咱这担着什么办？就是啊，这个。 现在你去里找，对，找个人。你还没有乱？乱有什么用啊？难道说林总不在了，我们公司就不能正常运转下去了吗？林毅，要不你暂代林总之职，我们所有人都向你汇报。林总这么信任你，你来替他管理公司，我想肯定没问题。当机立断吧，是，还有好多事要处理。 你要是能让他管理这个公司，我觉得这样挺好。这么多业务，那以后就拜托大家多多支持了。您放心，大家都支持您，您放心，您放心，您放心，这样好啊。有领导，咱们领导都支持。对，咱们公司现在一个领导不行，那怎么办呀？ 下面事情也好过呢。对对对对，这样，各位回去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近期的工作安排我会尽快发给大家的，好吗？我先走一步。哎，好的好的。 相信我，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再遇到你。我看到那天你见到我震惊的表情，相信我，我心里的震惊。爸爸，一定也不会亚于你。爸爸，妈妈，那是我妈妈。其实，我偷偷的幻想过无数次我们重逢的场景，但这种。 应该是最让人失望的一种吧。咫尺天涯，逸轩，你来了。我宁愿没有遇到你。好，真的。艾小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先生林逸轩，这位是艾小姐。你好。你好，这是你孩子？嗯，他是我孩子。爸爸，爸爸。 娜娜，他不是你爸爸。<笑>先走了，再见。 我想要把这一切全部告诉你，但是我说不出来，可能是因为自尊，所以我只有撒谎，叫孩子叫爸爸。接下来的这几个月，更是我无法想象的。每次和你单独在一起。 我都一直紧紧抿着嘴，你发现了吗？因为我怕我忍不住脱口说出什么，最好连呼吸都停顿。<笑>闹闹其实他真的挺会画画的呀。哦，在家里有教过他吗？没有，都是他自己拿着笔随便画的。应该考虑让他学一学。嗯。 来吧，给我吧，我们该回去了。嗯。
不如我们一起吃饭吧，等会儿还可以接着聊啊。你们好像聊得挺开心的。嗯，好久没和人聊得这么开心了。一起吃饭吧。不了，我跟孩子还有事呢。嗯，那让我们送你。没关系，我打车回去就行了。我们改天接着聊。嗯。说话，你搞什么养这孩子？说话呀！你根本不用这样。我是你爸，我可以养你，知道吗？我可以养你。我开始心里一点都不痛，压抑太久也就麻木了。是你一点一点把我的痛觉唤醒，我才发现自己又是个人了。我从来不愿意给你惹那么大的麻烦，我一直在控制自己远离你，但我最后失败了，我又回到了你的怀里。是人就会爱，会恨，会同情，会嫉妒。我喜欢南梦姐是发自内心的，她是那么的善良，帮助和关心我这个陌生人，而我却在背后勾引她的丈夫。在古代，这样我应该会被送去游街吧，但有股控制不住的力量推动着我，让我去靠近你。每次看到你们恩爱的样子，我都会嫉妒，所以和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够感到满足，即使伴随着深深的罪恶感。现在我要走了，我已经被他找到了，我知道他不会放我走，他是个偏执的人，选好了方向就会一路走到底，也许他也没有恶意吧，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对这个孩子，所以我必须尽快地找到他。不过你放心，我会用生命去保护这个孩子的。外面呢？好热闹。
我马上回来。好了，谢谢。怎么样？不喝。再喝点吧。再喝一口。喝吧。瞧你，你不喝，孩子要喝呢。谁呀？一早上就喝酒啊？早喝就好啊，一天都是醉的。兄弟，坐，陪哥哥喝一点。有什么愁事儿，骗你借酒消愁啊？这段时间，你嫂子生病了，我一直在医院陪她。也许是太累了吧。嫂子她还好吧？医生说他没什么大碍，应该休整一段时间就好了。我前两天看你是精神状态不好，今天见你是身心俱疲。不会是什么东窗事发了吧？文姨，有件事情呢，我希望你亲自帮我办一下。您说。你在附近呢，跟我找一个小户型的房子，尽量条件好一点，最好是已经装修好的。你要买房子？啊。行。这是我的私事，明白。明白。上面那就轻一点，别磕着。仁义啊，林总，我看这房子感觉不错，你满意就好。辛苦了，应该的。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当然。
林总，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咱们公司眼看着蒸蒸日上，马上晋级4A，接下来还有个大项目，可是一笔大的呀。听到这些，都不能让你开心吗？情况进行的怎么样了？一切都在掌握之内。 资质问题马上解决，还有就是竞标的问题。我打探了一下其他几家有竞争力的公司，在这个项目上，他们完全没有我们投入的多，也未必参加最后的竞标。毕竟，他们也要保存一些实力嘛。另外， 我找了其他两家公司来陪表，都不是4A，基本上没什么竞争力。况且是陪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不瞒你说啊，兄弟，最近呢，在家里弄得一团糟。 幸亏这公司有你啊，也算给我一点安慰吧。林总，您可算来了，这些文件都等着您签呢。您要再不回来，公司的活快干不下去了。从今天开始，如果我不在的时候，公司一切权利都交给任意。 他可以全权代表我，明白吗？明白。那我把这些文件放到副总的办公室去。行了，你先去忙吧，我想自个儿待会儿。少喝点，对身体不好。 只是怀孕，我可以自己走的，别扶我了。医生说了，说你现在情况还不稳定，不能随便的剧烈运动，如果那样的话，对胎儿不好。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吧？怀孕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慢点。没事的，我决定了，今天以后我要经常动，好好动。慢点啊。 我决定了，今天以后我要改变一下我的生活方式，不能再这么依赖你了。你想怎么改变？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要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工作。我不想每天像怨妇一样待在家里。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和我的朋友接触。 还有，宝宝出生后，我会更爱他的。你要慢慢适应。Baby，你在哪里？我找不到你。
我快要窒息 Baby 你在哪里不要消散去请留下些痕迹哦，你是个谜我看不穿也猜不透这谜底是爱让我们靠近苦涩的甜蜜我只剩下回忆过去的岁月寂寞来又去落雨的黄昏想你在叹息爱如烟花火转眼成注定相